大家有没有见过开花不要脸的花？不要脸到什么程度呢？从没断奶呢就开始开花。那我手里面拿到的呢，就是我们今年出货量比较大的一个新品种的一个凤仙儿，这个呢叫超级凤仙儿，也叫无敌凤仙儿。为啥呢？一个是开花大，开花量很勤。那开花量勤就不用说了吧？你看从没断奶就开始一直开，一直开。开花大也不用说了吧？你看这么小点儿开的这个花都比一块钱的硬币都要大，尤其是这一朵。尤其是这一朵，你看这小根系长的。人话说老花姨，你这个小苗卖不卖？不卖，不卖，卖大的。这玩意儿还没断奶呢，都你买回去干嘛呀？你又养不好，养不养的活还不说。你要真想要买了也行，19.9一个，跟我们家大的一样钱，19.9一个。给大家开玩笑，是这种大小的19.9一个，看到没？这个是全面，这边都是粉色的，那边有一些别的颜色。哎。反正呢我们家颜色也很全哈，现在呢咱们一直在卖的一个小活动就是，哎呦，这个根系长的你看很稳当，很稳当哈。给大家发货的时候尽量的挑那个圆润的，比这个要好一点的才会给大家出货，不好的我们再养两天。现在呢是19.9一个，拍两盆给你发三盆，有的话说有什么颜色，我建议大家伙呢拍四盆给你发六盆，这六个颜色基本上我们家的都有了，好吧，臭宝。咱来接下来呢说养护，这个东西养护起来呢就比较简单哈。它是喜欢光照的，作为草花它不怕热不怕晒，它不像矮牵牛啊，不像你们养到的一些个，你比方说小兔子锦这些个，它不怕晒不怕热，全日照完全 OK 没问题，只要别缺了水别缺了肥，这玩意儿是一直开一直开，15度以上不缺肥不缺光它是一直开，但是低于5度这玩意儿就冻死了。有的话说老花姨，山东地区能地栽吗？可以，年年栽就行了，我家年年卖。好了，无敌凤仙的一个养护就简单的说到这儿了，比较简单的一个草花啊，养花用土施肥跟咱们之前还是差不多的套路。有花说这么含糊吗？去翻之前的吧。哎，我就算了，我拍了1000多个养花视频了，聪明一点的看10几个就会，哎，稍微年长一点的反应慢一点的看100个也会的。你要真没时间啊，你就看看你们家的金毛或者你们家的那什么宠物带毛的那事的，你把手机给他让他扒了，把我那视频扒了完了，他也会。我是老花姨，养花就在白了。